好，现在冬天来了啊，我们下渔网的话，直接站在岸上就可以了啊。看一下这个出网的速度啊，OK， 下完了，下完之后一键脱钩啊，等一下这个。全船不锈钢啊，四个螺旋桨的动力。哦，看一下这个，啊，长度的话将近1米哦，22斤。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很有动力啊。